Hello， 大家好，我是卢哥，欢迎回来到我们的 Minecraft 生存系列。那么今天这一集呢，是我们的第22集啦。好啦，今天呢，其实有一个小彩蛋要给大家看一下。不过呢，在给大家看之前，我先带个必要的东西哦。你看这边啊，有看到吗？这边满满的陶土，为什么会这么多呢？当然就是因为我私下挖的。等一下大家就会知道我做了什么事情，好不好？这个真的是不是人在干的、啊。不要说什么我开创造模式，你看我这边也都是满满的一堆莫名其妙的东西。我现在呢就是把三楼也当作一个暂时的一个储藏室吧。这边我用个箱子，因为我觉得二楼的空间可能不太够了。对，那些箱子都要满了，我要放各种的东西。你看这边也都是烧过的。OK， 我这个黄金给它放进去。哦，不对哦，黄金。你看，我都边挖边烧啊，这烧了超多东西的。好了，我要给大家看的东西就是这个，我亲手挖的，好不好？这边这个楼梯啊，我稍微给它换成木头的。然后，对，大家看到这个城墙，好不好？我把这边全部凿掉，然后全部盖成我们的城墙。旁边呢，我大概就是挖个五格吧，一二三四五，然后呢，这边也都是用城墙，这样子就比较庄严的感觉。对，还蛮屌的哦。这个我大概挖了一两个小时左右吧，因为我觉得这个如果在拍片的过程中秀给大家看，会变得有点冗长嘛，对不对？所以我就私下把它挖好之后再立马拍片。那至于这个墙壁呢，我之后可能会把它再重新的更换一个颜色吧，然后还有包括地板。接下来呢，我们来看一下我们的这个稻田成效如何啊。哦，这边全部种满满的耶。哦 ，OP， 哎呦，这个效益还不错，南瓜也是，西瓜也是，然后呢，再来到我们的森林，哇，这边的树全部长起来了。之后呢，我只要缺木材，就直接来这边挖吧，看要什么木头就挖什么样的木材。好啦，今天的重点呢，其实是要去地狱，对，我要来盖地狱门的。但是我们这一张地图啊，是不需要用地狱去村庄还是什么的，因为村庄附近就有了嘛，对不对？徒步走其实就可以到了。那我现在呢，比较需要的是去地狱挖一些那个叫什么东西去了、啊，石英啊，或是那个塑化剂之类的东西。对，我可能会需要挖一点特殊的材料吧。好吧，那我们现在呢就盖地狱门。我想一下，我的地狱门要盖在哪里哦。等一下，我先把这个垃圾丢掉，不用带太多。这边还一个垃圾，好，地狱门盖在这边好了。我有17个黑曜石，然后打火机也做出来了，盖在这一边好了。一二三四五。要盖多大？6好了。然后呢，往上垫。欸，很有可能不够哦。靠背，我好像盖太大了。我应该不用盖这么大的。没关系，我们身上有这个附魔的钻石镐，这个挖超快的，应该吧？加油，加油，加油！哦，好了。3，这样子行不行？哎呦，正方形的应该行吧？哎呦，有了这个正方形的地狱门。好了，那我们要进去了。OK， 初次进去地狱，走喽！不知道会到达什么样的一个地形，希望离那个地狱堡垒很近啊。我们今天主要是要在地狱盖一个。避难小窝，挖的靠腰哦，怎么在石缝堆旁边是沙小了、啊？地狱小窝，哎、欸，其实这样也还好，因为哇，等一下有点卡，我们这样就可以比较避免那个地狱幽灵那个水母脑啊来搅局。哎呦，这个地狱门这样子，我们可能要在这边把这边扩建吧。好，那我们就先来盖我们的避难小窝吧。最主要应该是盖在这边吧。OK， 现在我们先稍微的整一下地。
这个大小应该 OK 吧，不用盖太大。好，那再把这边给它填起来。我来看看，我来看看，挖石英的话，我们很快就会30等。30等以后呢，我就大为了，对，我就可以去附魔了。好吧，继续挖。哎呦，没想到我们这地狱蛮特殊的，居然会在这种石缝堆里面，挺优秀的。哎呦呦呦，哦，这地狱岗，这个附魔岗真是太强大了，点一下两个，哇，太扯了。好了，盖在这边的话呢，我想一下哈，稍微的简单盖就好。一二三四，四个宽，第五个好。大概是这种大小吧。然后这边给它往外扩。几个啊？一二三四，四个。一二三四，好。哎，我又听到那个他妈死水母的声音了。这边哦，哇，这边等于说要把它凿开的意思吗？好，那我们就是盖到这边之后做延伸。之后这些地狱岩啊，也可以拿来烧过嘛，对不对？烧过也是一个挺美的一种材质。好啦，有石英我们也先不要浪费，对，因为我主要来地狱目前就是只是收集材料而已，所以呢，我们就先稍微盖个避难所，然后我大约的去探险一下吧。对，尽量的挖些石英，然后还有一些荧光石那种东西，赚点经验值，顺便看看有没有地狱堡垒啊。好，大概是这种大小。哎哎哎。差不多 OK， 那我们现在呢就来把它连贯起来。哎，我想一下哈，好啦，反正这边应该是挺安全的啊，天然的防护嘛，对不对？所以也不会有那个 EOE 还是什么的跑出来这边作乱。那我们也不需要盖得太过于防御建设哦，主要只是有一个遮风避雨的地方，有个像家的感觉就好了，其他的就不用要求太多了。好像有一点寒酸。对，我在地狱我会尽量挑这种比较鲜明的颜色啊，不然这地狱看起来暗迷手尿的。好吧，这就是我们的家啦。哇，这边很多哎，妈的，这个颜色真的像大便啊！要不是它会发光，不然我肯定是有一坨屎啊。石英，我想要挖石英，还有这个，哇哇哇！顺便来看一下我们家外面的这个。地狱是长什么样子？是在一个位处于一个什么地带啊？那我们就先从这边往外探看看吧。哎呦，这边是岩浆。好，那这边呢就不来了，我们继续去找其他的路。走走走走走，石英。哇，这边是一个分岔路哎。这边好像也，我那边才是外面。哇，我们家这个外面的这个地狱感觉还挺乱七八糟的，对，歪七扭八的。这里呢，我觉得我会迷路，差两个火把是回去的路。哦，出来了。哇，这边，哎。哎，不是吧？哇，我们家外面，哦，这张地图真的太屌了！我们家这么出来，这边就是那个叫什么东西去啊？地狱堡垒哦，哇，太扯了吧！地狱堡垒，哇，立马有地狱堡垒。可是要去看一下吗？可是我没有弓箭哎。好了，我们去看一下好不好？对，不然我觉得今天真的有点无聊啊。这么挖石英而已，怎样当我老人在复健是不是？我跟你讲啊，林北专门在冒险的啦。咋咋咋，我们就算没有弓箭，没有什么附魔的东西，我们身上附魔这件衣服只是防爆而已啊。防爆可以干嘛？不能干嘛？我一直丢呢，有病是不是？哇，我觉得很扯哎，我这。地狱门再盖出去，走没几步路就看到地狱堡垒了。人家是找的要死，我根本就不用找。哇，这张地图真的是屌，果然是
他妈大鸡鸡有加成啊！好，来到我们这边就是地狱堡垒啦，插个火把。那个红海尔应该不在了吧？就是那个一直丢火球，哇，这边都岩浆哎，这怎么过去啊？等一下，我看一下他这边是有延伸的哦。那我如果从这边好了绕过这一条啊，看好恶心哦，这个岩浆一条的像什么啊？漏尿是不是？我从这边给它挖过去，先绕过这个岩浆再说吧。但可是看不到又觉得有点恐惧感啊。这边应该差不多。哦，对，地狱堡垒，好，做个记号，做个明显一点的记号，方便我们回家。哦，来喽，我们要来探险喽。这边要把它垫过去的话，我拿出我们的这个灰色 ，OK。从这开始垫，等一下哦，一格我如果被炸一下，我就直接死掉了，掉下去直接往生。我用个三格好了。哇哦，这个地狱般的宁静啊 ！Shit， 来，呼呼呼，不行啊，我觉得我现在装备根本就是。挑战 BOSS 啊！我这身上什么全部都破装，然后又来挑战这个地狱堡垒，哎呦喂，我这么一个洞啊！嚯，不就好险我有练过？哎呦喂呦，对，有点危险！哎呦喂呦，哎，不行，这样会摔死啊！这样子安全一点的吧。把它用两层，我就不会这样莫名其妙掉下去了。然后这里啊，我要先建好一条好走的路啊。对，这边给它用个两层好了，以防掉下去。啊，没了，好，没关系，我们就暂时用这个陶土吧。这里也现在给它做个防御措施。陶土不知道水母脑炸不炸得掉，还是单纯用石头才不行。哎呀，没差啦。好 ，OK， 准备去探险喽。走。先往左，先往右，右边没东西，左边呢？嚯嚯！哇，这根本是万丈深渊啊！这跳下去，我直接去见我的祖宗了。哎呦喂呦！好，走。所以就只能往前了嘛，对不对？哎，前面那个是什么？窟窿吗？哇，地狱也有窟窿哦。哎呦，一二一，叫三小。对面就有那个房间。等一下，窟窿还没发现我。我要。长，哎，你跟我比手是不是？哎呦，哎，前面有那个红海尔，操，不行，红海尔我目前惹不起。对，那个好像要弓箭才有办法。这边等一下有点暗啊，看不到。这边有楼梯往上哎，做个记标，做个路标标志。这里等一下，这亮度真的是很不 OK。哎呦！这个上面，等一下，哦，这边有一条路哎，所以如果我直接凿过去呢？哎，这其实是连通的哦。这里面应该会有东西，这建筑里面，我们去看一下吧。走，我们直接从这边凿过去。哎呦！很恐怖呢，
接找过来。哎呦，然后我要做个明显的标志，我挖两层。对，这个地狱堡垒这种东西好像是非常容易迷路的吧？我记得，等一下走错路就直接死在这边了。找不到回家的路才是最可怕的。我先来做一下这边的坐标好了，免得我等一下如果在这边迷失的话，我还可以靠着坐标叠回来嘛，对不对？好，坐标记完了，那我们现在就来攻略这边，不一定完全攻。我看到这个是不是那个索隆对不对？这个海贼王科尔罗杰那个，我们不挑战他，完全打不死。我看到宝箱了，哦，哎呦，等等，先把这个填起来。我们往前的路我们插右边好了，这样才会知道说我们怎么回来。哎呦，我看到了，那个叫什么？那个是红海尔的，靠背哦，黄金马铠，黑曜石，黄金马铠。哎呦喂呦，你在我面前啊？哦，他丢了，哎呦，着火了，你不要惹我。嘿，拿我没辙啊！我要不要躲在这边啊？你以为你有办法弄我是不是？你弄我？躲！看我这个神奇的！哎呦呦！我这个猪人他妈吓死我！不行！在地狱着火就等于……没有意思！好险！这个着火跟吃到岩浆的火不一样啊。OK 的啦，你不要。没事，大家和平共处好不好？与火共舞。我记得这根是什么啊？怎么像老二一样？又有铁质马铠这种东西啊。我身上有没有什么垃圾可以丢掉的？这个铁杵，泥土，算了，先不管。这边还有呜呼，金锭马鞍，我又找到马鞍了。不行，我再这样子摊下去我会迷路啊，我还是要做好这个路标。 OK， 插右边是不是？这边给他做记号。那我们要先探哪？遇到岔路的话先探右边。好，哇，这真的会迷路啊！这里是没有东西的嘛，对不对？这里也是没有东西的。好，那我们再继续往前吧。这边死路了，这边就是我们来的这条路嘛，对不对 ？OK， 好，那我们接着就去往前。我们习惯性先右边，然后往前，再左边，好不好？然后右火把统一插右边。前面这个红红的这是什么东西啊？地狱有在卖香肠哦，这什么啊？已解锁，这什么啊？地狱疙瘩。这边走不动，这是什么流沙是不是？地狱疙瘩可以干嘛？肉红色的，性感哦。这边还有第二层，可是这边也还有哇！这是三小啊，这也太大了吧！这有点浮夸哦。这个 N 层到底可以干嘛？20个。怎么有那个一直有风声啊？哇！我们上来看一下。上面也还有太暗了，这个。没有东西，我们先把一楼探完。又到了岔路，这边一个洞，没事。好，这边一样做个记号。然后呢，我们的这个做出我们的木棒，然后把林北的火把通通给我做出来，13个。好，两组又13个 ，go， 一样先从右边开始。走啊！再来给我多一点的宝箱啊！前面好像是死路喽，
这边，断掉了，是不是？哦，那边还有那个红海尔跟戈尔罗杰，我们不要打扰他们。对，我悄悄的来，就如同我悄悄的离去。换到左边，这个方向感要很好，不然这肯定死在这边的。走啊，我们走啊，遇到岔路就做记号吧。走啊，我们走啊。哎呦喂！这个。我们挑战他，挑战得赢吗？来，我们御剑术！哎呦喂呦！哎呦喂呦！哎呦喂呦！这什么？他黑心做的是不是啊？妈，躲一下，我这些心都变黑色的，是三小，我很凶哦！哎呦喂呦！他那个躲一下，我会怎样啊？你卡住！你看住，你就等死的哦！我打败海贼王啦！他妈的，我现在，我有个大伟的，管你是什么黑色骷髅，还是什么黑心的、啊，妈的，敢跟我比剑，在我面前跟我比剑是不是？加9上方宝剑。这边是死路了，又断掉了，所以我们来这边只是要经历一场决斗嘛，对不对？宫本武藏跟佐佐木小次郎，好，那这一条呢被我们探完了，我们回到原本的这个楼梯，我记得第一个楼梯还没上去过嘛，这边好像也还没，对，这边还没看过，我们现在楼梯看看吧。前面又有红海尔呢，这边是一个断垣残壁，这是什么？这是三小啦。看，好可爱哦！你好，会打人哦！你有那么凶的啦？我靠，这烤完，这搞完他妈比我还大颗哎！我闹死你！你以为你是跳跳虎是不是？我怎么挥不到他啊？哇，还会分裂的啊！你从一颗大睾丸变成两颗小，哇，还有更小颗啊！我砍死你！看到了吗？我这个剑术啊，在地狱也没有人挡得住我的上方宝剑。我这个在家修行很久的，终于来可以来一场大屠杀！我要死啦！他会掉东西吗？他掉了那个什么东西啊？还会掉睾丸哦！有没有看到那个？黄色的睾丸，那什么？想跟我比剑，随便打吗？打爆你啊！这什么东西啊？地狱还有苹果，这什么啊？岩浆球可以干嘛？可以吃吗？我会吃完直接变火拳艾斯。其实跟你讲，这个是恶魔果实啊！这不能吃也不能丢。对啊，这不能吃也不能丢，妈垃圾！没有，不，我错了，哇，这一言不合就开打了，怎么样？The babies, the mama, the projects, the drugs, the children, the thugs, the tears, the hugs, the love, the slugs, the funerals, the wakes, the churches, the coffins, the heartbroken mothers.